Hi, I'm Angel. In this video, we're gonna focus on vocabulary differences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ese Mandarin. Section 1. Internet and Technology. 网路。这里的网路很好。网络，网络，这里的网络很好。软体，软体，这个软体很好用。软件，软件，这个软件很好用。影片，影片，这个影片很有意思。视频，视频，这个视频很有意思。部落格，部落格，我关注了他的部落格。博客，博客，我关注了他的博客。荧幕，荧幕，这个荧幕很酷。屏幕，屏幕，这个屏幕很酷。滑鼠，滑鼠，我的滑鼠坏了。鼠标，鼠标，我的鼠标坏了。酸民，酸民，每天都有酸民给他留言。键盘侠，键盘侠，每天都有键盘侠给他留言。视讯，视讯，我们现在可以视讯吗？视频，视频，我们现在可以视频吗？讯号，讯号，喂喂喂，这里讯号不好。信号，信号，喂喂喂，这里信号不好。连接，连接，如果你想学声调，你可以点击下面的连接。链接，链接，如果你想学声调，你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行动电源，行动电源，这个行动电源非常好用。充电宝，充电宝，这个充电宝非常好用。提款机，提款机，请问附近有提款机吗？取款机，取款机，请问附近有取款机吗？印表机，印表机，这台印表机非常好用。打印机，打印机，这个打印机非常好用。随身碟，随身碟，我的随身碟满了。 U 盘， U 盘，我的 U 盘满了。影印，影印，你可以帮我影印这份文件吗？复印，
复印。你可以帮我复印这份文件吗？ Section 2 Food 马铃薯马铃薯我买了很多马铃薯土豆土豆我买了很多土豆凤梨凤梨我喜欢吃凤梨菠萝菠萝我喜欢吃菠萝泡面泡面我想吃泡面方便面方便面我想吃方便面起司起司我在吃起司奶酪奶酪我在吃奶酪优格优格这个优格很健康酸奶酸奶这个酸奶很健康便当便当我买了便当盒饭盒饭我买了盒饭番茄番茄番茄是水果还是蔬菜呢？西红柿西红柿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呢？洋芋片洋芋片我非常喜欢吃洋芋片薯片薯片我非常喜欢吃薯片鲑鱼鲑鱼我喜欢吃鲑鱼三文鱼三文鱼我喜欢吃三文鱼柳丁柳丁这个柳丁很甜橙子橙子这个橙子很甜花椰菜花椰菜我不喜欢吃花椰菜你呢西兰花西兰花我不喜欢吃西兰花你呢松饼松饼你会做松饼吗华夫饼华夫饼你会做华夫饼吗酪梨酪梨我每天都吃酪梨牛油果牛油果我每天都吃牛油果地瓜地瓜你要吃地瓜吗红薯红薯你要吃红薯吗土豆土豆你喜欢吃土豆吗花生花生你喜欢吃花生吗 Section 3
people and animals. 客人客人我下午要见客人顾客顾客我下午要见顾客服务生服务生这里的服务生很好服务员服务员这里的服务员很好外国人外国人这个外国人的中文好厉害哦老外老外这个老外的中文太牛了男生男生这个男生好帅男孩男孩这个男孩好帅女生女生这个女生好可爱女孩女孩这个女孩好可爱无尾熊无尾熊我觉得无尾熊非常可爱考拉考拉我觉得考拉非常可爱 Section 4 Activities 煮饭煮饭我每天煮饭做饭做饭我每天做饭桌球桌球我喜欢打桌球乒乓球乒乓球我喜欢打乒乓球撞球撞球我喜欢打撞球桌球桌球我喜欢打桌球发简讯发简讯我在发简讯发短信发短信我在发短信叫车叫车我喝酒了我要叫车回家打的打的我喝酒了我要打的回家 Section 5 Items OK 蹦OK 蹦我的手指流血了你有 OK 蹦吗创可贴创可贴我的手指流血了你有创可贴吗夹脚托夹脚托我经常穿夹脚托到海滩人字拖人字拖我经常穿人字拖到海滩洗发精洗发精我忘了买洗发精洗发水洗发水我忘了买洗发水保特瓶保特瓶这个保特瓶可以回收矿泉水瓶矿泉水瓶
这个矿泉水瓶可以回收。回纹针，回纹针，你有回纹针吗？回形针，回形针，你有回形针吗？烟火，烟火，看，好美的烟火啊！烟花，烟花，看，好美的烟花啊！塑胶袋，塑胶袋，我不需要塑胶袋，我带了布袋。塑料袋，塑料袋，我不需要塑料袋，我带了布袋。Section 6 Places 餐厅，餐厅，这家餐厅的菜好好吃哦。饭店，饭店，这家饭店的菜真好吃。旅馆，旅馆，这家旅馆的服务很好。酒店，酒店，这家酒店的服务很好。捷运站，捷运站，请问捷运站在哪里？地铁站，地铁站，请问地铁站在哪里？月台，月台，我在五号月台等你。站台，站台，我在五号站台等你。纽西兰，纽西兰，我要去纽西兰工作。新西兰，新西兰，我要去新西兰工作。雪梨，雪梨，你去过雪梨吗？悉尼，悉尼，你去过悉尼吗？网咖，网咖，他周末喜欢去网咖。网吧，网吧，他周末喜欢去网吧。云霄飞车，云霄飞车，你害怕坐云霄飞车吗？过山车，过山车，你害怕坐过山车吗？ Section 7 Adjectives 很烂，很烂，我姐的西班牙文很烂。很差，很差，我姐的西班牙文很差。道地，道地，他的中文说得很道地。地道，地道，他的中文说得很地道。Section 8 Language Terms 文法，文法，我觉得中文文法很简单。语法，语法，我觉得中文语法很简单。Section 9 Transportation 机车，机车，你会骑机车吗？摩托车，摩托车，你会骑摩托车吗？
计程车，计程车。我的计程车到了。出租车，出租车。我的出租车到了。脚踏车，脚踏车。我的脚踏车坏了。自行车，自行车。我的自行车坏了。公车，公车。我每天坐公车上班。公交，公交。我每天坐公交上班。Section 10 Greetings and Manners 早安，早安。早，早。你的手机修好了。感恩，感恩。你的手机修好了。感谢，感谢。谢谢。不会，不会。谢谢。不用谢，不用谢。All right, those are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vocabulary differences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ese Mandarin. If you want to review the words from this lesson, there's a link to the complete summary in the description. 好了，我们下次见吧。